跳 boss， 黄飞飞有王源吧？黄飞飞有王源吧？跳 boss， 巴巴的榜是一个渐渐的榜，每期一个主题，最终的榜单评分来自三个部分的数据，分别是街头采访、专业投票以及微博投票。三个部分的数据比重分别为：街采占总分的60%，专业投票占总分的25%，微博投票占总分的15%。每期榜单评分最高的一位艺人将会收到我们专门定制的奖杯。巴巴的榜，一个很权威的野鸡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99年的，96年，98年，97年，86年，92年的，88年，96年，85年，25，96年，99年，00年，99年，99，97年，00年，8岁，彭于晏，刘德华，赖美云是我同桌，五月天。亮啊，张子枫，非常喜欢咱们最大的德云天团。你看我手机壳都是他，不怎么追，就是自从认识了王心宇就开始追了。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的，我们那个像那王新刚、于洋，还有孙道林、张一山、张杰、吴磊，不追星，深入人心男团。喜欢薛之谦、萧敬腾、井柏然、胡歌、李宇春、TFBOYS。哦，很抱歉，没有我认识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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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识的，啊，一个都不认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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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有点认识，没有，是这个，我的都不太熟，好像没有我认识的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，嘉义，我感觉好像长得都一样，好像应该有王源吧，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不怎么认识。我觉得长得挺可爱的，比较高冷啊，面相学吧，挺好看的。喜欢这种单眼皮男生，他真的长得很干净。就这啥子，这个还挺酷的，给人面善一点，就是说非常高兴。这个是长得好看，这长相够帅的。因为我不喜欢瓜子脸，干净吧，长得很干净，很干净，白白净净的，比较乖乖的那种感觉。对。那我觉得他长得帅，歌也唱得挺好听的，就是不一样，还很帅，还在 C 位。他名字很特别，感觉他很冷淡，他很特别呀、啊。你看从9个人里，我第一眼就能看到他。他笑得比较开心，选这个，我选这个吧。我比较这个。这个吧。这个吧。这个吧。有一个长得像吴磊的。我比较喜欢这个。这个吧。好呀。感觉吧，就是这个团想出来估计可能有点难，大红大紫说不上，他们等到最后肯定是会分化去发展的，但是如果是成团发展的话，估计一个都出不来。其实他们刚好，我在今年是三个男团节目，他们刚好卡中间，而且其实做宣传这种事情，不怕你最差，也不怕你最好，最怕的就是中间啥也没有，这种就比较难做，需要靠策划点去做很多宣传或者这样。所以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出不来，都出不来，管乐属于那种乖乖型，就你想看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那相对配合的这个艺人吧，虽然不能说他以后一定大红，但至少那个小红还是可以的。而且对于爱豆来说，最重要的不就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嘉义是因为外形比较突出，他只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化或者是一个宣传定位的话，出去的可能性相对相比较大一些。这个孩子的长相好不大了，就是外形是硬件，然后外形如果好的话，剩下的可以慢慢来。而且还有团队这种事情嘛，所以就是不用担心。所以我投他们两个分别5票。如果是一组合来看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整个组合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比较没有亮点。就我一想到这个组合，我不会想到他们有某个人是特别有记忆点的东西。从个人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李文翰不是一个很适合 solo 的人，因为他其实他本身的特质就是这种稍微有点大哥性质的这种感觉，其实比较适合团。就他个人 solo 的话，我会不知道去关注他的什么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会比较好做应该是李正明，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自带热度，就自带话题点的一个人。他相比小明明还算是更加的有一些可以去宣传的点。然后胡志亮其实就是可能会有一部分妈妈粉会喜欢的长相吧，但其实因为他其实有反差感，就是他的倾向是 rap 嘛，然后就是但是
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很容易无神，就是导致好像干什么都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是他以后可能要就是改一个点吧，或者可能粉丝就喜欢他这种无神的点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自己出来的这前九名入围的练习生，我这边第一比较看好的应该是文韵，因为我觉得他整体参加节目期间，不管是个人的状态，还是他对各方面这个享受的过程，我觉得他是真的很想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事业，然后再做。所以我觉得他的不管他的心态也好，还是整体的表现也好，我都觉得在这九个人里面能够让我眼前一亮，或者是说我第一个可以记住他的。那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，或者说看好的应该是吴春阳，因为他这个是之前没有太多的经验，还是一个在校生，我觉得他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可以进步的这么快，那肯定真的就是怎么讲，还是说未来可期吧。所以我很看好他后面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以及更大的进步，所以觉得这个小孩子应该还是会发展比较好的。我觉得《亲密》里边能红的最大可能，也就是比较让粉丝吃的这种，就是喜欢的这种，应该就是李文翰加一个胡春阳。OK， 我觉得吧，李文翰的个人实力比较平均，代言应该会有很多。月华这家公司相对来说就是吸金能力比较强吧，然后公司一定会给他找一些那个合适的剧本让他来演。第九名夏汉语，第八名姚敏敏，第七名何长青，第六名第五名胡春阳，第四名管乐，第三名陈佑维，网络投票35票，专业投票7票，街彩投票7票，综合得分11.2分。第二名嘉义，网络投票9票，专业投票10票，街彩投票13票，综合得分11.65分。第一名李文翰，网络投票32票，专业投票10票，街彩投票9票，综合得分12.7分。我追女团，赖美云是我同桌，我还在纠结怎么问她要一个签名送给我的弟弟。赖美云很久没有联系，我也不好意思微信找你，但是我弟弟真的很喜欢你，你愿意给我一张你的亲笔签名吗？追，自从认识了王新宇就开始追了。他那天被淘汰那天，我哭了一宿。我觉得王新宇也会大红大紫的。你想看到什么样更搞笑、更贱的榜单？欢迎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博下方评论，或者私信八教父，我们会认真查看的哟。巴巴的巴，下期见。